大家好，我是思远，欢迎来到 RADII 这期的 Slang Dynasty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词语是杠精。杠精粉是个网络用语，它指的是那些总是爱唱反调、为争论而争论的人。举个例子，这个人总是爱跟我吵架，是个杠精。这个明星微博下面出现了很多杠精。我小侄子有时候喜欢跟我唱反调，比如说我想喝可乐，他就说他要喝雪碧，然后我跟他说，你就是个杠精。好，这些就是使用杠精的一些方法。